大家好，我是 GamePay HK 的文仔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影炉的挑战模式第66关的。它的完成条件呢，就是一次连击里面就分别赚取3000的华丽值和残弱值的。首先呢，要讲一讲解一下为什么我要放一些这样的陷阱残弱值这么少呢。我要首先解释给大家听，因为呢今次的敌人的血量实在太少了，因为如果太过重火力打死他的话呢，打后的数值是完全不计的，所以呢就要这样砌法去尽量去扣少些血，这样去弥补回他的血量少这个问题的。